需要加油哦。放心吧，爹地，谢谢你送我上学。爸，我也要你开豪车送我上学。豪车？咱家哪有那条件呢？爸，我不管，我就要。老板，我要预支下半辈子的工资。哇，西同学，你这双鞋太帅了吧！不值一提，切，不就是双鞋吗？啊，爸，我也要一双那种鞋。就差最后五毛了，认识的人我都见遍了，只能找你了。哎呀！要了，爹就只剩一条老命了。啊，怎么会？都怪爸，没别人的爸那么有本事，只能给你这么多了。可看到他们比我强，我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。这是攀比心理在作祟。爸能理解你，但你不能被他占据你的内心，要学会控制他，让他变成你克服困难的动力。比如呢？比如。嘿，加油，加油！嘿，爸，快想办法，我不能被他比下去。加油，儿子，加油！爸，我把这事在学习上果然有效果。停，别学了，儿子，劲儿使大了，快刹车！